昨天晚上从悉尼出发，5:35准时到达东京，再转9点的航班去北海道。由于入境需要办理必要的手续，所以我们需要在东京国际机场提取行李，通过海关进入日本后，重新托运行李转国内航班。完成所有手续到登机口还有2个多小时，非常顺利。我们坐的国内航班是波音777-300，系波音777系列中的加长版本。机身长达73.9米，是当时最长的双发客机，可容纳约368至550名乘客。11点左右抵达札幌新千岁机场取行李，然后乘坐机场交通车，可以直达札幌普乐美雅春酒店门口。票价1300日元，只收现金，临行之前兑换的小额现金派上用场。札幌 Sapporo 简介。札幌是日本北海道的首府，也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，以其四季分明的景观而闻名。作为日本第五大城市，札幌不仅是北海道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游客探索北海道的最佳起点。札幌的发展起源于19世纪末的北海道开拓时期，城市规划受到美国城市布局的影响，因此札幌呈现出整齐的棋盘式街道结构。1972年，札幌举办了第11届冬季奥运会，是亚洲首个举办冬奥会的城市，这为札幌奠定了其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。札幌普乐美雅春酒店 Premier Hotel Tsubaki Sapporo 是一家位于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4星级豪华酒店。我们订了2万日元19,008元和澳币95元一晚，房间面积40平方米。入住酒店安顿好后，我们步行去二条市场吃海鲜。二条市场是札幌市内著名的传统市场，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二条市场以其丰富的新鲜海鲜而闻名，游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产品，如螃蟹、鲑鱼、海胆、扇贝等。许多摊贩现场加工和出售这些海鲜，确保食材的新鲜度。我们选了2只大生蚝，每只560日元生吃，2只扇贝，每只680日元，其中一只生吃，一只熟吃，一只后贝壳980日元，生吃味道很腥，还有一只毛蟹，选了大号一尾，价格为23,000日元，约合230澳币，蒸熟吃要等30分钟，总计消费26,460日元，约合260多澳币。离开时又买了一只帝王蟹6,000日元和一盒顶级根式云丹4,500日元带走。札幌电视塔是一座高约147米的地标性建筑，游客可以登上90米高的观景台，俯瞰札幌市区全景和大通公园的美丽景色。大通公园全长约1.5公里，横贯城市中央。公园种植了约4700棵植物，不同季节展现出不同的美景。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绿树，秋天的红叶和冬天的雪景各有特色。札幌市钟楼建于1878年。钟楼上的时钟是美国波士顿的 E. Howard 公司制造的。钟楼是一座典型的西洋风格木结构建筑，钟楼顶部的时钟自安装以来一直准时报时。螃蟹本家是日本知名的螃蟹料理连锁餐厅，以使用新鲜螃蟹为主材制作的多样料理而闻名。菜单包括螃蟹寿司、刺身、火锅、天妇罗等，充分展现螃蟹的鲜甜美味。餐厅的装潢通常融合日式传统与现代风格，为顾客提供优雅的用餐体验，是品尝正宗螃蟹料理的绝佳选择。JR Tower 高173米，位于札幌车站上方。塔内有购物中心、餐厅、酒店和观景台，顶层观景台可俯瞰札幌全景和夜景，是集购物、美食、观光于一体的热门地点。